特别想要那个学校的小红花，但是好像我特别难得到那个小红花。后来我就变得就是说啊，我不需要什么，我不需要，就我会其实那个给我自己的一个成长的，其实小时候特别渴望得到认可。我觉得是。但是因为由于我可能，我就是特别调皮，就是，总也不是那个对的那个小孩儿，然后我这么争强好胜，后来可能，有一点点关系，我心里面就会说，哎，我做给你。